直径长达16米的阿姆斯特丹彩虹裙，创作于2016年，由68面国旗组成，象征尚未将 LGBTIQ+ 除罪化的国家。响应第20届台湾同志游行，荷兰在台办事处今年与欧洲经贸办事处以及台北市政府合作，邀请荷兰阿姆斯特丹彩虹裙基金会首度来台，并且从10月24号到10月29号同志游行当天，在台北市市政大楼1楼中庭展出。我们真的非常开心呢，这一次呢，我们之前也希望这个彩虹裙呢可以来台北展出好几次了，但是呢，这次终于成型了。那我们非常开心可以看到这么壮观的装置艺术，除了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艺术品之外呢，它也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也就是你不管爱的对象是谁，爱就是爱哦。那我们上面呢，当然这个国旗相关的这些资讯，等一下 Arnold 我们的创办人会更进一步的解释。那随着每一个国家的这个同志相关的除罪化呢，它的国旗就可以换成这个彩虹旗哦。希望我们最终可以看到是一道彩虹。那我们看到在全世界呢，还有很多的同志族群呢，他们还是每天面对很多的歧视甚至是暴力哦。那因为他们不想让他们的身份曝光，甚至常常呢面对这些暴力的时候，他们只能选择隐忍不报。那这是为什么荷兰和许多的国家要一直努力的推动这个性倾向以及性别认同除罪化。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计划启动之后呢，已经有9个国家的国旗用彩虹旗来取代了。不过我们当然知道前面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哦。那希望这个彩虹裙呢，可以带给我们这些推动同志族群的分子以及所有的那些斗士们更多的力量，在这条路上不管你身在何处都能够持续的往前行。我们都知道2001年荷兰是全世界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而台湾也在2019年通过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的专法。2020年，我们顺利的加入国际彩虹城市网络，就是 RCN Rainbow City Network， 也成为台湾，也成为亚洲第一个加入 RCN 的这个城市。我们知道荷兰包括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等，也都是 RCN 的会员城市。相信透过在一起的国际组织平台跟交流，一定还有许多可以让台北学习的地方。这个彩虹裙其实也见证了同志族群争取平等与自由是多么不容易。平权路上还有许多还没完成的事情，仍有许多困难需要突破。社会必须要持续的沟通。作为亚洲最挺多元性别族群的城市，台北市政府很乐意透过各种国际场合经验分享，也会持续和同志朋友共同携手，为我们的性别平等的价值而努力。阿姆斯特丹彩虹裙至今已受邀到全球24个城市展出，展出时都会与当地 LGBTIQ+ 团队合作，到特色景点进行拍摄。基金会与知名摄影师蔡志祥以及变装皇后非凡合作，选定台北101、西门红楼、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故宫博物院以及台北霞海城隍庙等5大景点完成彩虹裙拍摄。彩虹裙的这样艺术的形式哦，可以一开始先让人们的戒心给放下来，让他们呢这个门槛降低哦，他们看到这个非常美丽的事物，进而想要来探索背后没有那么美丽的这个议题以及故事。所以我们除了这个彩虹裙之外呢，其实配合我们的计划，还有一系列在世界各地知名地标拍摄的这个彩虹裙的摄影作品哦，希望透过这些摄影作品呢，让更多人能够知道我们的想要传递的讯息。那么上个礼拜呢，就在台北一些知名的地标，大家在荧幕上面看到的有101啦，那他们跟我说还有这个大道城、霞海城隍庙，还有这个新落成的这个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呢，都有在那边拍这个彩虹裙的作品哦。那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多多的分享这些照片，协助我们一起来促进平等自由的权益。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借由荷兰建筑师所设计的这栋建筑物，我觉得我们和荷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连结以及激荡。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地点，就是我们在迪化街的霞海城隍庙拍摄。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宗教信仰方面，它可能对于 LGBTQI 相对于是一个比较难。
保守，然后比较难去转化的一个范围。所以这次能够在霞海城隍庙拍摄，我觉得格外的有意义，因为霞海城隍庙它能够接受同志族群去追求他们的姻缘，然后提供他们保护及祝福。因为当我们到达霞海城隍庙的时候，其实突然天空下起了毛毛雨，然后当时我所站设拍摄的位置其实是蛮高的，就是有点高于神明的位置，所以我心中其实有一点点的不安，想说啊，是不是我冒犯了神明，然后他就下了一场小小的毛毛雨要阻止我做这件事情。那结果其实拍摄过程都相当的顺利，然后不管是信众还有庙方都全力的支持我们，然后容忍我们在当地对他们的打扰。我们在最后拍摄的时候有发生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就是当我们拍摄完了不久，其实天空中在庙的后方就升起了一轮彩虹。我想这个就是证明了我其实是错的，其实城隍爷他是非常的对于我们同志族群都非常的友善，对于众生都是平等的看待，然后我们是充分的得到祝福以及温暖。每当彩虹群上出现的国家不再以法律惩罚同性恋者，彩虹群基金会就会将该国家的国旗取下，换成一面彩虹旗。基金会表示，自2016年起，已经有9个国家将 LGBTIQ+ 除罪化，但改革的速度仍然相当缓慢，也期待阿姆斯特丹彩虹群能传达人人平等的理念。记者林习慧台北报道。